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刘宇，今天我要来玩一个抽签神秘的小游戏。随机播放一首学员作品，用舞蹈即兴跳一段，来吧。还是要推荐大家来看《明日创作计划》，这是一档非常非常好看的原创节目，里面人都非常有才，非常的棒，非常的棒，大家一定要来看哦。